化原创小说征集梦生文化黑白酒馆。昨天你喜欢创作吗？你是否曾经希望有一天能把自己创作的故事改编成电视剧、电影，通过大银幕来感动和影响更多的人？你是否还怀抱梦想，终有一日你要成为传奇？现在你的机会出现了。2018年，梦生文化携手百余家影视公司共同打造，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笔下的故事绽放光彩。梦生文化，梦生文化是一家以互联网为驱动的泛娱乐 IP 公司，坚持以内容中心制为核心，致力于打造超级 IP 全产业链开发及影视制作的生态平台。公司已累计签约超过200部作品，每年策划孵化近30部精品 IP， 影视版权先后售出几十部，单部最高价千万元。开发中项目目前，梦生文化已售出并启动影视开发的项目有《玩命爱一个姑娘》、《报复前任计划》、《最佳情人》、《冷案重启》、《心理大事》、《杏花春雨》、《跨过千年来爱你》、《我的奇怪男友》、《君不离》、《猎杀渣男计划》、《白日梦》、如果眼睛会说谎等。参与投资出品的《玩命爱一个姑娘》话剧演出累计达200场，参与投资出品的院线电影《领跑员》正在后期中，预计2019年上映。征稿要求：一，请注明申请改编，加作品名称如《申请改编心理大师二长篇小说》，需有目录及不少于30000字两章；三，策划案需有作品简介、作者介绍、人物小传和改编优势等资料。四，投稿邮箱 mengshengstudio@163.com。 征稿类型：一，都是情感轻喜剧小说；二，悬疑罪案小说；三，科幻脑洞故事。合作说明：一，签约项目针对单部项目进行代理合作，由梦生文化负责出版策划、推广营销和影视合作；二，签约个人成为梦生文化经纪约作家，享受团队的专业化运营及品牌孵化。